今天是从零开始学 Photoshop 的第九集，要来跟大家分享 Photoshop 当中非常重要的笔刷工具。如果你也想要了解的话，就继续把影片看下去吧。Hello，欢迎来到休闲闲事，我是 Jimmy。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Photoshop 当中非常重要的笔刷工具，那也是我们 Photoshop 从零开始学的第九集，距离第八集好像已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了。这一年当中好像都没有更新到这一个系列，所以赶快来更新给大家。好，那我们就先进入到 Photoshop 当中，开始今天的教学吧。好，进入到 Photoshop 当中，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笔刷工具。笔刷工具在哪边呢？就在我们的工具列当中，或者是你可以按键盘上面的快捷键 B，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笔刷工具了。那在笔刷工具的上方，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小小的箭头，就可以来调整笔刷的尺寸，也就是笔刷的大小。或者是笔刷的硬度，在这边呢，我们都可以来做调整。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选项的快捷键。如果你想要调整笔刷的尺寸，也就是它的大小的话，你可以按键盘上面的右刮号或者是左刮号，就可以来调整这个笔刷的大小。那如果你想要调整它的硬度呢，它的快捷键就是按住键盘上面的 Shift 键，然后再按中刮号。右刮号或者是左刮号，就可以来调整这个笔刷的硬度了。好，那这个是第一种调整方式。另外一种调整方式呢，你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 Ctrl 加 Alt 或是 Ctrl 加 Option，然后点击滑鼠的左键，往上呢就是调整硬度，把它调小；往下呢硬度就是调大。那往左呢就是调整笔刷的大小变小，往右呢笔刷就会变大。好，那我们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我们按住键盘上面的 Ctrl 加 Option 或是 Ctrl 加 Alt 键，然后呢点击滑鼠左键不放，往上就是调整硬度，把它调整小；往下就是增加硬度，往左就是调整笔刷的大小变小，往右就是变大，这样是这个样子。那我现在呢，先把它的硬度调整为零，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尺寸。像是这个样子。好，那你可以现在看到我们笔刷呢是呈现一个圆形的图示的样子。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笔刷并不是呈现这个样子，而是呈现呢这种准星的样子。这表示你现在呢把大写给锁定了。我们如果想要把它调整回我们一般刚刚看到这种圆形的笔刷样式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大写键给它做解锁，也就是 Caps Lock 这个按键呢按一下。它就会还原成我们原本笔刷的样式。那如果你喜欢刚刚那一种准星的样式的话呢，就再按一下 Caps Lock，然后把我们大写锁定，它就会变成这种精准模式了。好，那我们先还原成我们原本笔刷的样子。好，那我们再到上方往右边看，右边这里呢还可以进行笔刷的设定，像是我想要针对它笔刷的形状这边来做调整。通常这边呢，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刚刚调整的笔刷的尺寸，或者是我们可以调整它笔刷的这个形状，原本是圆形的，我们把它调整成稍微椭圆的形状，然后我们的角度也可以在这边来做调整。硬度刚刚有跟大家做分享了，在下面这里还有一个间距的选项，我个人会建议把间距的选项稍微调整小一点点。如果你的间距选项调整的数值比较大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中间会有一些空格，这样会造成你的笔刷会有不连续的感觉。所以这里呢，间距我们可以把它调整小一点点，我个人会调整成5左右。好，那在下面呢，我们还可以调整笔刷的动态。这里呢，如果你使用的是绘图板或者是绘图笔的话，你在控制的这个选项，我们就可以把它调整成笔的压力。那你就可以透过你笔的压力的输出呢，去调整你笔刷的大小，或者是笔刷的流量、硬度，调整它的不透明度等等。那之前我有出过一集教学，是教大家如何去设定你的绘图板跟绘图笔的。那当中呢就有介绍到这个笔刷设定的部分。如果你也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左上角的连结去做观看哦。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笔刷设定当中，这边呢，因为我使用的是滑鼠，所以我这边就先把它关闭起来，然后把笔刷动态这个选项也给它取消掉。好，
那笔刷设定这边结束之后，我们再往右边看。模式这边我们通常都会选择正常，然后呢，我们的不透明度和流量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做调整。通常我们会选择在100%和100%。那不透明度和流量这两者呢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这边直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大家就会了解了。好，首先呢，我们先选择在笔刷工具，然后我们的前景色先把它改成一个比较明显的颜色，像是红色。那现在不透明度和流量都是选择100，我们先把不透明度把它改成10%。那快捷键呢，就是按键盘上面的一，它就会变成十了，或者是你可以按10也是可以。那如果你想要调整的是个位数，像是1到9的话，那如果我想要调整九，就是按09，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个位数了。好，那现在我在我们的画布上面来做涂抹，你可以看到，我不管怎么样去做涂抹，它不会像我们现实世界当中，你使用一个比较淡的笔刷去做涂抹的话，它会越涂越深，越涂越深，它会维持在这个不透明度9%的状态。当我们滑鼠放开再重新做涂抹的话，它才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如果你要让它越来越深的话，你就必须放开重新涂抹，放开重新涂抹。好，那现在我把不透明度呢调整回100，我们这时候改成流量呢是9%。我们来看一下两者中间的差别哦。那调整流量的快捷键呢，一样是按我们的键盘。那我们这边这时候要加上一个 Shift 键，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的流量。像是我要让它调整成9%的话，就是 Shift 键，然后按09，这样子呢，它就会变成流量9%了。这时候我们再来做涂抹，你可以看到，我不停的在同一个位置涂抹的话，它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时候我滑鼠都没有放开哦，我不需要放开滑鼠再重新涂抹，它就会越来越深。那相信到这边，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不透明度和流量两者之间的差别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不透明度，你不管怎么样的涂抹，如果你滑鼠没有放开的话，它都会维持在你设定的这个不透明度。但是流量的话，你只要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涂抹的话，它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一直到100%。好，那我个人的喜好呢，是使用流量去做调整，而不是使用不透明度，因为我不喜欢滑鼠放开再做涂抹，滑鼠放开再做涂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那这就是依照个人的喜好来做决定。那这个就是不透明度和流量两者的区别。那笔刷除了这样涂涂抹抹或进行绘画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会说它在 Photoshop 当中非常重要呢。我们进入到下一张范例图片来做一个示范。好，看到这张范例图片，我想要针对这张照片呢去调整这个人物嘴唇的颜色，我们就可以使用到笔刷工具。首先，我们先进入到调整图层当中，选择色相和饱和度的调整图层。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手的图示，把它选择在我们这个嘴唇的颜色上面。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呢就是调整红色的部分。我们把它增加一点点饱和度，然后呢给它调整一下它的色相，好了，像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调整完它的饱和度和色相之后，不只有嘴唇，它连它皮肤的部分都调整到，因为它也有一点偏红色，所以这个颜色呢也跟着调整到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它的遮色片来做调整，那就是要搭配到我们的笔刷工具来一起做调整。首先，我们先选择在它的遮色片上面，然后按键盘上面的 Command 加 I 或是 Ctrl 加 I 做一个反转。白色变黑色，黑色变白色。那黑色在遮色片当中是隐藏起来，白色是显示它的效果出来。那现在遮色片是变成黑色，也就是它的效果都是隐藏起来的。我想要让它嘴唇的部分效果是显示出来的，我们就选择笔刷工具。然后前景色我们选择白色，流量这边我们就把它改成100，我们就针对它嘴唇的地方来做涂抹，像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只想要调整它嘴唇的颜色，像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大概涂抹一下给大家看。当然，你可以再针对它的细部的颜色去做调整，或是如果你觉得它还是不自然的话，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图层的不透明度，像是这个样子，让它稍微自然一些些。我们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处理之前，然后这个是处理之后，这样子我们就调整完它嘴唇的颜色了，然后搭配我们的笔刷工具以及遮色片，完成了这个调整。那笔刷工具除了圆形的之外，它还有其他形状的笔刷工具，我们可以在画面当中点击滑鼠的右键，就可以看到下方呢还有非常多它预设的笔刷工具，或者是我之前导入的一些笔刷工具。那我们这时候呢，如果想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笔刷的话，我们要如何来做建立呢？我们看到我们下一张范例图片。好，我们看到这张范例图片，我们想要建立一个云的笔刷。好，那建立笔刷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把这张照片变成黑白的。我们可以进入到上方的影像，然后选择调整当中的去除饱和度。那去除饱和度之后呢，因为我们想要建立的是云朵的笔刷，那笔刷的部分我们需要让它变成黑色的，所以我们要针对这张照片呢去做一个白色跟黑色一个转换。那刚刚有提到如何把白色变黑色，黑色变白色，就是按键盘上面的 Command 加 I， 这样子云就变成黑色的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它的效果再更强一点点，我们可以进入到下方的调整图层，选择曲线，然后把白色呢变得更白，像是这个样子。黑色我们让它稍微的变黑一点点，这样子呢我们就建立好了。我们把它建立一个干硬图层 ，Command Alt Shift 加一 ，Control Alt Shift 加一。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到旁边的工具列当中选择矩形选取工具，把我们想要制作的这个云朵的图形呢给它框选起来，像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上方的编辑，选择定义笔刷预设级。你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笔刷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云朵的样子。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笔刷的名称，像是我可以把它改成云。再我们点击确定，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个云朵的笔刷就建立好了。我们进入到下一张范例图片当中。我们在这张范例图片当中就可以使用这个云朵的笔刷来做调整了。像是我想要在这个云层当中呢再建立新的云朵的话，我们的前景色就把它改成白色，然后我们建立一个空白的图层，在这个空白的图层来做涂抹。然后像是我想要在它的左边这边呢增加一朵云，像是这个样子，或者是在它其他地方呢也增加一朵云，像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就是简单的自己制作笔刷的一个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导入别人已经制作好的笔刷。那如何导入别人已经制作好的笔刷呢？我们可以在画面当中点击滑鼠的右键，然后在右边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齿轮的图示，我们点击一下，在里面呢我们可以选择汇入笔刷。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别人呢已经制作好的这个笔刷档给它汇入进来。像是修炫实验室的会员呢，我都有提供一个精选笔刷的预设集让大家来做下载，那当中就有一个云雾的笔刷提供给大家来做下载。那我这边就把这个云雾的笔刷给打开来，我们就到下方这边呢选择我们的云雾笔刷，像是选择这个笔刷，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空白的图层来做涂抹。我们把笔刷的尺寸稍微调整大一点点，流量我们选择低一点点来做涂抹，像是这个样子。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建立出一点点云雾的效果了，像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想要再调整这个笔刷当中的一些设定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笔刷的设定当中来做调整。像是我可以调整这个它的间距，可以让它的间距稍微宽一点点，或者是让它散布的距离、散布的数量呢可以宽一点点、广一点点等等，都可以在笔刷设定当中来做设定哦。好，那以上就是从零开始学 Photoshop 第九集笔刷工具的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啦。最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教学咯。这里是修炫实验室，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拜拜。